根据盗贼守则第十七条，智取不成，只能强攻。我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，一个能够让我这颗浪子的心归属的灵魂。Now, I think I found it. 今晚赏光，一起吃饭好吗？你要先问问我老公。No, 别管他。老公，别打脸。黄豆，放松，放松，再放松。你正在进入睡眠中，你的意识现在属于我。说出来吧，你最珍爱的灵石藏在哪里？我苦练的催眠术果然奏效了。由顶尖专家研制的最新防盗方法的技术资料。Hello， 他锁在全球目前唯一一台采用这种防盗方法设置的新型保险柜里，除了专家本人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开启方法。这种保险柜一旦量产，将对我们盗贼行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。所以，你们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。我们屡次失败，你干嘛还找我们？我自有我的道理。干嘛的？电工。这俩电工怎么怪怪的？确定是赵。我闻到了，好，
这是保险柜，藏的都是好东西。这他妈不是冰箱吗？啊啊！嘛呢？ 是全球最先进的保险柜啊！我居然一点声都没有！干嘛？干这种高精密的工作需要绝对的安静。Quiet！ 老大，你音量是最低。 对付这种高精密的保险柜，音量必须从小往大，慢慢的调。 意识现在属于我，动手吧，打开你亲手腌制的保险柜。老大，你对刚吃完药的人催眠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？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拿到资料，但是唯一能够打开保险柜的专家疯了，那么也就是说，那份技术资料会永远的锁在保险柜里。